周公恐惧流言日，王莽谦恭下士时。家事当年身便死，一生真伪有谁知。给您续上一杯茶，我慢慢的说，您细细的品。听大禹，话说宋朝。上期节目咱们说到哪儿啊？咱们说到宁死不降，文天祥铁骨铮铮钓鱼城下，张君玉死守孤城。公元1275年12月，福州降元，重庆告急，张玉按捺不住，留副手王立守城，自己率军攻入重庆，接任治帅之职，旋即克复福州。过了正月，张玉大会西南众将，联合中万两州军力，连破元军十八寨，借大宁间之围。一时之间西南震动，宋军在这一片区域里大有复兴之势。天下大势如此啊，张玉注定只是昙花一现。元军集结重兵围困重庆，用的是扬州之战同样的战术，结局却没那么严重。张玉的身边没有将才，他的部将出卖了他。张玉在巷战之中选择出逃，逃到福州时被元军抓获，被押解到安溪，就是今天的陕西西安，软禁的一座庙里。咱们回头说钓鱼城，天下的事儿难说没有运气的存在。南宋灭国，神州沦陷，钓鱼城天险也变得脆弱，原来自成体系可以永远生存的山城居然连续两年干旱，城里农田颗粒无收。据当地县志记载，出现了一子儿时的惨剧，金城汤池飞速不守啊。到此地步，钓鱼城终于是投降了。这座从公元1240年由四川直至副使彭大雅始驻，至公元1279年正月最后一任守将王立出降，共抵抗元军整整40年，前期以击毙蒙古大汗蒙哥而光耀史册，后期独自支撑85危局，被誉为独钓中原的旷世坚城，现在终于是倒了。张玉在陕西听到消息，以弓弦自缢身亡。钓鱼城投降次月，流亡小朝廷在崖山全体覆灭，这两件事接踵而至，南宋最后一丝希望也彻底的破灭了。文天祥就是在这样的局势下被押解进元大都。忽必烈的气度横贯胡亥，远不是传统印象中一族酋长的蛮横模样，他下令以上宾之礼接待文天祥，当然这是有目的的，他希望文天祥能投降做他的臣子。第一个出场的人是刘梦岩。刘梦岩公元是1244年的南宋状元，公元1275年时做到了南宋首相。看资历，他和文天祥是那么的一致，元朝觉得他们会很有共同语言，只是他们忘了刘梦岩在临安江破时选择了逃跑。两人相见，文天祥身着南朝衣冠，面南而坐，示意绝不向元朝屈服，刘梦岩则一身元朝高官服饰，早成了一族的鹰犬。文天祥戳指喝骂，你好歹是一个状元宰相，有何面目去见江东的父老？刘梦岩绝无惭愧，大恨而去。第二个来的劝降的人让文天祥痛断肝肠，居然是被降封为赢国公的宋恭帝。几年过去了，宋恭帝长成了一个小小的少年，不知道北地的生活是否让他忘记了江南，还记不记得自己小时候的那个身份。文天祥让宋恭帝坐下，自己面北跪拜，痛哭流涕，连称圣驾请回呀。姓赵的少年人在慌乱局促中不知说什么好，只好离开。这之后元朝已经想不出还要由谁来劝降文天祥，按级别总不能把谢道清请出来吧。第三个人是元朝的重臣平章政事阿赫玛，大人物出场气势不凡，加上李玉期已过，要来硬的了。阿赫玛直接命令文天祥，你给我跪下。文天祥冷笑，南朝宰相为何要跪北朝宰相呢？阿赫玛加倍的趾高气昂，何以至此？你一个南朝宰相怎么能到我北朝宰相的地盘来了？你输了就是输了嘛，你输了土地等于输了地位嘛。可是文天祥的越发傲然，南朝若是早日用我为相，北人到不了南，南人更不会到北方。阿赫玛冷笑提醒文天祥，我可手握你的生杀大权。文天祥得其所在，亡国之人要杀便杀，这正是他所求之不得的。阿赫玛悻悻地离开了。文天祥被关进了土牢里，简陋和肮脏都不足以形容这种囚室。蒙古人的用意非常明显，他们不信以软弱著称的宋人中便捷最多的文人还能挺住生活的折磨。
尤其是文天祥从前的生活以奢侈著称啊。一个月之后，宋朝宰相波罗提审文天祥，地点定在了元朝军方重地枢密院，陪审的人是崖山海战的元军主帅张弘范。困苦之后加以威凌，蒙古人不信文天祥还不屈服。文天祥见波罗长揖不拜，波罗立即大怒。同样情形下，阿赫玛只是言语调侃，波罗命令士兵强摁着文天祥下跪。元朝士兵们或意向或恶其背，文天祥始终不屈，他昂首高言，天下事有兴有废，自古帝王将相灭亡诸路，何待无有，我文天祥今日忠于宋，以至于死，愿求找死。伯罗见硬的不行，又自视自己汉学功底深厚，可以在言谈中压倒文天祥。他问，汝谓有兴有废，请问盘古至今日几帝几王，唯我言之。文天祥不屑，这种小儿科问题不值一提啊，一部十七史从何处说起，吾今日非应博学宏词神童科，何暇泛论。伯罗更加不屑，直指问题中心，汝辈弃德佑皇帝另立二王，这是忠臣所为吗？文天祥正色回应，德佑失国不此之时，社稷为重，君为轻，另立二王为社稷计，当然是忠。伯罗一笑，满是讥讽，汝立二王竟成何功。这一句问的文天祥不由得不悲怆啊，数年间流离逃战，艰辛困苦，真的是一无所获吗？他黯然自问，很快昂然回答，立君以存社稷，存一日则尽一日，臣子之责，何言成功。伯罗得意了，既知其不可，又何必为之。文天祥忍不住是泪下沾襟，譬如父母有疾，虽不可疗治，但无不下药医治之理，无以尽心尽力，国王乃天命也，今日文天祥之死，有死而已，何必多言。伯罗再没话说，他建议忽必烈干脆把文天祥杀了算了，杀的宋人逾千万，多死一个难道很特别吗？会丢天下不成吗？可是很多人反对，包括张弘范，这个亲手灭亡南宋的人上书忽必烈加一句，张弘范病了，崖山海战之后这个人很快就病倒快死了。他说元朝应有新气象，应该与南宋相反，提倡节操，文天祥越是忠贞就越要降服他，这会对新国家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啊。至于如何降服，优待威吓劝说困苦都用过了，当此时似乎只有继续困苦还能有效。于是文天祥被押回到土牢中，从这时候起，这座土牢是文天祥两年多时间里的囚室。文天祥在这座低矮潮湿的土牢中备受折磨，每个人都认为他会痛苦，可事实上痛苦与折磨有时候并不是一回事。某些人的生存信条是心安乐才能身安乐。文天祥用诗歌记录了这段生活，那就是名传千古也必将传至永恒的正气歌。予求北庭坐以土室，室广八尺，深可四旬，丹扉低小，白间短窄，屋下而幽暗，当此夏日，朱气翠然，雨涝四积，浮动床基，实则为水气，土泥半罩，蒸沤沥澜，实则为土气，乍晴暴热，风道四色，实则为日气，炎阴心窜，助长炎虐，实则为火气，仓府既顿，沉沉逼人，实则为米气，骈间杂沓，腥臊污垢，实则为人气，或清混，或毁尸，或腐鼠，恶气杂出，实则为晦气，跌是数气，荡之者显不为力，而予以孱弱抚养其间，予资二年矣，无恙，是待有养志然耳。然亦安之所养何哉？孟子曰，吾善养吾浩然之气，彼气有七，吾气有一，以一敌气，吾何患焉？况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气也，作正气歌一首。天地有正气，杂然复流行，下则为和乐，上则
为日星，愚人曰浩然，佩户色苍冥，黄露当清夷，寒河土明庭，石穷节乃现，意义垂丹青。在其太师简，在晋董狐笔，在秦张良追，在汉苏武节，在言将军头，危机世中写，危仗孙杨尺，危言长山蛇，或为辽东茂，青草立冰雪，或为出师表，鬼神气壮烈，或为渡江集，慷慨吞胡节，或为鸡贼户，逆树头破裂，士气所磅礴，凛然万古存，当其冠日月，生死安足论，地为赖以立，天助赖以尊，三纲十系命，道义为之根，皆欲构阳酒，立也时不利，楚求因其冠，传居宋琼北，定获甘如饴，求之不可得。阴房田鬼火，春怨必天黑，牛迹同一灶，祭气凤凰时，一朝蒙雾露，分作沟中计，如此再寒暑，百利自披衣，哀哉举入场，唯我安乐国，岂有他谬巧，阴阳不能贼，故此耿耿在，仰视浮云白，悠悠我心忧，苍天何有极，哲人日已远，典型在树西，风言斩书读，古道照颜色。温天祥恪守忠义，置个人生死于度外，与困顿斗室中甘之如饴啊，自觉除了死以外无大事，可却不料啊，世间仍有扰乱其心神之事。他忽然接到了长女柳娘的信，信中得知失踪三年多的妻子儿女都成大都城中了，被元人禁锢。这封信很明显是暗示他，你要是投降，全家安好，你如果不降，后果不可言。文天祥必须要在骨肉亲情与忠义名节之间做出选择了，这是何等的艰难困苦啊。文天祥在回信中写道，人谁无妻儿骨肉之情，但今日事到这里，余亦当死，可令留女还女，好做人民，爹爹管不得，泪下哽咽哽咽啊。于是文天祥彻底抛弃了一切所珍爱的，他是南宋的宰相，他治下的无数人民都在战火中失去一切，他不想例外。温天祥的决心让元朝绝望了，期间曾经有过几次转机，如张弘范临死前的遗嘱，希望保全温天祥为新朝立节一榜样，比如以福建祥源的汪基翁联名十名南宋降臣保温天祥还乡，允许其余生出家当道士，这些都由于种种原因搁浅了。需要指出的是，汪基翁的保温之所以失败，就是因为那位同样是状元宰相的刘梦岩的极力反对，他非常渴望文天祥去死啊。时间到达了公元1282年年底，中山府，今天河北定县有数千人起义反元，起事者自称南宋幼主，要去大都劫狱救出文丞相，这件事儿成了文天祥的催命符，他是生是死必须要有个了断了。12月8日，忽必烈在大殿上召见文天祥，文天祥仍然是长衣不跪，忽必烈亲自做最后的努力，他许诺，如以侍宋之心是我，当以汝为宰相。文天祥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，他面容清曲，裘衣褴褛，朗声回答道，天祥受宋恩，为宰相，安是二姓，愿赐之一死，足矣。决裂如此，再无转圜。然而忽必烈还是犹豫了，
他命人把文天祥押回囚室里，他还要再考虑清楚。可是元朝胡汉大臣群起上书，要求同意文天祥的请求，允其位诏送殉国。再留已经没意义了，文天祥对元朝只有负面作用。公元1283年1月9日，忽必烈下令公开处斩文天祥，下令之时他犹自叹息，好男子，惜不为我用啊。当天文天祥被押至大都柴市刑场，他身着南宋衣冠，憔悴清瘦，多年的土石囚禁让他的方向感彻底丧失。他向周围的百姓询问哪里是南方啊，有人指给他，他重整衣冠向南方他的故国，他的国都跪拜。最后一次向心中的坚持致力之后，他索取纸笔留下了一首诗啊。昔年丹阁走淮阳，万里逃生赴宋皇，天地不容兴社稷，邦家无主是忠良。神归松月风云变，气入烟岚草木荒，南望九原何处是，关河暗淡路茫茫。写毕，他向行刑的刽子手说，武士必从容就义。文丞相时年仅47岁。他死了以后，有人在他的衣袖间发现了一张纸，那是他的绝笔书，上面写着非常简单的几句话，几句简单的话，在其后数百年间成为无数坚持本我抵御外侮的汉家子孙的座右铭啊。孔曰成人，孟曰取义，唯其义尽所以仁至，读圣贤书所学何事，而今而后庶几无愧。一个人要活到至死无愧是多么的不容易。文天祥的死代表着赵宋帝国的彻底覆灭，南宋也成了历史的一页，成了故纸堆里的传说，成了几百年间无数人的向往和叹息。人们在追忆他的繁华和美丽，又痛惜痛恨他的软弱和糊涂。我又何能例外？两宋300余年历史至此全部讲完，宋史别已。